我是凯莉和玩具哥们的艾莉。天哪，哒哒，我带来了《冰雪奇缘》自动唱歌的自动贩卖机玩具，那么现在就开始吧。今天呢，艾莉来到了练歌房，准备练习歌曲。好，首先投入硬币，然后按下开始的按钮。啊哈，开始唱歌了。不让别人进来看见，做我自己，就像我的从前，躲在现实梦境之间，不被发现。随他吧，随他吧，回头已没有办法。随他吧，随他吧，一转身不再牵挂。悬崖上让我留下，随他吧，随他吧，嘿嘿，硬是100分，我们来期待一下分数。嘟咕嘟咕嘟，虽然不足，但是下一次你会成为歌手的。25分？不可能，这是不可能的，怎么可能？不对，是因为我现在的嗓太干了才会这样。我要喝一口水再过来，我要去喝水。咻咻咻咻咻咻咻，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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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咻啊！哦，这里还有自动贩卖机呢。啊，正好我要喝水，我在这里买瓶饮料吧。哦，这个是艾莎自动贩卖机呢，感觉喝了这里的饮料就会变得像艾莎一样，唱歌会非常非常好听的。好，把我带来的硬币在这里放好。嗯，哦，一会儿艾莉还要唱歌，所以这个呢，啊，这些就用作一会儿唱歌的。这个呢，我就用来买饮料。那这个先放在一边。那么，我要选择喝什么饮料好呢？哦，这里有安娜饮料和艾莎饮料。那选好了，因为我要像艾莎一样唱歌好听，所以就选艾莎饮料。那把硬币放在这里。嗯，小心小心。艾莎饮料出来吧呀！随他吧，回头已没办法。随他吧，只唱到这里。哦，总之在艾莎自动贩卖机里买饮料还会播放音乐，看来我喝了之后歌唱实力真的会进步呢。好啊，好开心。那么我现在就要打开艾莎饮料品尝品尝了。哦，哇，艾莎饮料真的好漂亮啊。哦，我感觉它就像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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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这样的味道。那么我要快点喝了。打开饮料盖子，一二三，咻咻咻咻咻咻咻，啊，好凉爽啊，现在都喝完了。我现在要试试唱一首。啊啊啊啊啊！嗯，啊啊啊！哦，感觉嗓子都变得清澈了呢。我现在要唱歌试一试。随他吧，随他吧。感觉喝一瓶还不太够，那我再喝一瓶吧。反正我现在还剩一些钱。这次呢，我要选择安娜饮料。安娜。入硬币，安娜饮料出来吧，要！啊啊啊啊啊！结束了呢。好，那现在来品尝一下安娜饮料。哒哒，哇！安娜饮料的瓶身是粉红色的，我猜应该会是草莓果汁。好，拿起安娜饮料品尝一下。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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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喵喵。啊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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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这次好像能唱歌了呢。这一次我要唱什么歌好呢？
啊，要不就唱凯莉之歌吧，一二三 Kera Kero Kir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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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d Song。 哦，我感觉唱得还行，那再来一次 Kera Kiri Kero Kiri Kiri and Song。 哦，满意满意，这个程度很满意，但是感觉这饮料越喝好像歌能唱得越好听，那么我再喝一瓶艾莎饮料吧。好，投入硬币，艾莎饮料出来吧哟。嗯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很好。好，那么现在艾莎饮料也，哦，艾莎，谢谢你能让我唱歌实力进步。哎，我说的是什么话呀，等着谢谢你。喵喵喵喵喵喵喵，啊，好凉爽，好好喝。好，有感觉了，有感觉了，我要马上再喝一瓶安娜饮料，就去练个房。来，安娜饮料出来吧呀。随他吧，回头已没办法，随他吧。很好，好了好了，来艾莎饮料。哦，艾莎饮料啊，没关系，艾莎唱歌更好听嘛，就喝艾莎饮料吧。好，艾莎饮料，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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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好的好的好的，自信心到达了顶峰，那我现在就去练歌房。25分不可能，我一定会唱出100分的，我要给你们展现125分的实力，去练歌房，走走吧，咻咻咻咻咻咻。我准备好了，来，我今天要唱歌唱到这些硬币全花光。来，我们投入硬币，然后按下开始按钮。伴奏要开始啦，我还是要唱刚刚的随他吧。哦哦，很好很好，随他吧随他吧，回头已没办法，随他吧随他吧，一转身不再牵挂，悬崖上让我留下，随他吧随他吧。我要拍下这100分。哦哦哦，我的手机我的手机啊，在这里呢，来，现在来拍照。哦，为什么变得这么黑了，是停电了吗？哎，真是的，我还想拍下刚刚我唱的100分的画面。哎，哦，怎么回事，怎么突然又变亮了。没关系，现在我唱歌实力很棒，肯定还能唱出100分。好，那么重新把硬币放进去，然后按下开始按钮。嗯哼，不让别人进来看见，做我自己，就像我的从前，躲在现实梦境之间，不被发现。随他吧，随他吧，回头已没办法。随他吧，随他吧，一转身不再牵挂，悬崖上让我留下，随他吧，随他吧，唱的实在太好了，唱的很棒，虽然还有不足，但是下一次你会成为歌手的。25分啊，这个真的太不像话了，我现在唱的和歌手一样好啊。啊，这个机器有点奇怪呢。哎哎，哼，那我唱的不好是吧，那我今天就一直在这里唱，一直唱到100分为止再走。开始，
随他吧，随他吧，回头一杯奔吧。再来，重来，重来，我一定要唱到100分。啊，真是的。今天我带来了《冰雪奇缘》自动唱歌的自动贩卖机玩具，怎么样？有趣吗？那么艾莉下一次还会带来更有趣的玩具和大家见面，再见。